益生菌具有补充肠道内好菌、改善便秘、强化免疫系统的功效，许多爸妈爱买给小孩服用，不过吃错可能让效果大打折扣。药师黄健达表示，益生菌也是一种细菌，如果正在服用抗生素药物，最好要错开服用时间，两者至少间隔两小时。不管是成人或小孩，在服用益生菌时也都要掌握这三个原则，可以让效果更加分。早上刚睡醒，睡前空腹或者是饭后两小时是服用的最佳三个时机，避免在大餐前服用，因为忙着消化，胃酸分泌变多，会抑制益生菌。益生菌怕高温，建议搭配温开水服用最好，如果配茶或咖啡这种刺激性的饮料，恐怕破坏刚吃下肚的益生菌。蔬菜、水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寡糖等，可以让肠道维持在正常的环境，帮助益生菌生长得更好。反之，如果时常大鱼大肉，让坏菌滋生的太多，恐怕吃再多益生菌也没有用了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